这次。就是那样一天天的去找业务谈合作，才有了今天的小成绩。我很感恩当时的自己，像一个荒路的探险者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。
身上学到的。你觉得是我在帮助孩子，其实是他们在帮助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平淡的，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事情发生。哎呀，哪有人的人生一直都是轰轰烈烈的，都是很平淡的，没有什么说每天都有刺激的事情发生，对吧？而且呢，我觉得其实人生吧，你只要热爱生活，热爱自由，我觉得就很好了。对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总有着一番壮志凌云，希望自己能大有一番作为。但是真的等长大的时候，过三十而立的年龄，结婚生子的时候，就觉得年轻的时候那个热血特别的天真。但是热血不会消失，可能会转化成另一种力量吧。不畏惧未知世界的挑战，更有勇气向实现更高境界的进取人生迈进。是的，而且我们的人生其实你发现长大了，你需要承担的东西会更多，所以说特别是今年疫情吧，好像你们物流行业今年因为疫情也受到不小的挑战吧。当然，今年的情况真是人生难得的经历了，各个企业都面临着倒闭的风险，像我们全国大大小小的物流公司都联手抗疫，像全国甚至全世界都运送了大量的口罩和防疫用品。其实我们还好，就辛苦了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同事们。你知道福特在这次疫情中向中国捐赠了800万的医疗物资吗？这个我倒是真还没了解过。这个也是我选择福特的原因之一，有爱的企业才能有更好的产品。可平山海可柔情，下一辆车我还会选择福特。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，玩一天玩累了呗，让他们睡吧。你好，福特。我在。打开座椅按摩。人生的旅途有高峰，有低谷，跨山过海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跨过人生的山丘，要拥有百炼成钢、自信从容、无畏前行的精神。你拼尽全力去闯荡世界，有我守护你。